王思佳近来外貌大精进，翻摄自王思佳脸书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35岁女星王思佳被周刊报道五官升级奶吹风，摇身从土妹变女神，没想到却很被网红陈怡狂钻，躺着也中枪。据一周刊报道，王思佳刚出道时清纯略带土气，几年前五官开始精进，成功蜕变成野艳的性感女神。王思佳受访时也大方招认，早就动过双眼，就是为了招桃花，果然成了幸福人妻。陈怡透过脸书暗酸王思佳俗气女神也是神，翻摄自陈怡脸书。对此，陈怡强调，我不能接受标题写女神，她亦有所指说，不过想想神有很多种，天蓬元帅也是神，蚌壳精吃了唐僧肉味列仙丹也是神，所以俗气女神也是神，认为这就是庸俗界的信仰，暗讽王思佳的俗气外貌。